我们真的写闭麦。Don't ever stop you from doing 叫小麦的。准备迎接最关键人物的电影。Why aren't you rehearsing? I said I'm an inconvenience. I don't even know what that means. 现正在映中。极致策略，每期都是又下载了一个女明星，还有自己的领回他们一下。周末要不要出去走走？等一下。我们三个太矮了吧？同事看到没有？又下载，又下载，急到不行。旋转开来，一口品尝，酥脆可口。有可口的牛奶和巧克力酱，酥脆的温暖感受，覆盖着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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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的笑脸。这边也在叫你，吃极了。有蛋白稳，轻松抓住家人的心，串起家庭新时刻。多欢迎来的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回现场了。唱完了，但是我们有一起要迎接重要的人物。我看你就反正也没事，你就加入主持阵容。对啊，可以吗？跟我们到十点。欢迎回到。我还蛮想看你访问，比如说 JJ 啊，或者什么的李玉芬啊，天王对不对？好想哦，好期待。因为如果你访问的话，我们今天可能会早点收工，因为话不多。怎么这样？早一点回家，很快结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毕书尽是要留下来跟我们点灯，掌声欢迎新北市长朱立伦先生。欢迎。欢迎我们的大家好，市长好，市长好，欢迎欢迎。哎，没有市长，没有演唱会，你们就这点掌声啊？耶啊！谢谢市长，每一年都帮我们办这么盛大的活动。谢谢市长，谢谢大家，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我们新北市参加欢乐耶诞城。我们连续六年已经把我们的欢乐耶诞城变成亚洲第一名的耶诞盛典。欢迎来自全台湾的好朋友，这几天除了我们聚星云集在欢乐耶诞城，也欢迎大家一直到1月2号能够不断的来我们的耶诞城。明天还有重量级的巨星，当然像 B 一样的这么棒的巨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。那在下个周末是我们的平安夜，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我们欢度耶诞。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非常谢谢新北市。因为真的哈，我们现在在台湾讲到耶诞节的 party 就会想到新北市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变成新的传统，而且尤其我们还有 3D 光雕。对，讲到重点了，刚刚我想朱市长在后台一定也看到荧幕哈，因为各位在现场的朋友看的时候呢，有已经觉得很过瘾，可是我强烈建议你们回家一定要再看重播，因为今天 TVBS 欢乐台用的最新的 AR 扩增的虚拟实境的所谓的 VIS、好棒，对 VIS 的技术呢，刚刚你知道吗？其实 B 应该没有发现哈、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上面是外太空，对，有很多很多星空，很棒的投影，是，还有大的魔术方块都在你们的头上，在你们现场看不到，电视机、网络前面的观众都看到了，这是我们全新的，对，第一次把这种虚拟实境搬到户外来，我们 TVBS 欢乐台团队真的非常用心，简单说就是花很多钱，然后对，用心打造，赔本在做哦，朱市长，那是我们新北市跟大家一起合作，对，没错，那也是大家的福气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准备来点灯了。点灯的时候呢，请大家把目光转到我们的椰蛋树啊，还有我们的大楼，都会有非常厉害的全台湾最大的光雕。来，市长B，我们带领倒数5秒，好吗？来，预备起，5、10、9、8、7、6，5秒就好了，为什么一定要10秒？8、2、1。全国面积最大 3D 光雕投影现在开始，
哪里看到啊？谁告诉你三弟在哪里？哎，这是谁出现了呢？好可爱，上大熊哎、欸！这个、啊，扑扑扑，它在呼朋引伴中。哎，是那个，两只都出现了，还有谁？第三只，哇！上大熊们想要干嘛呢？好像在互相说着一些秘密。快了，跳楼跳楼了。力量好大哦，他一踢墙壁居然剥落了，出现了什么？启动器的感觉，对，它要启动什么东西啊？圣诞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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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味しい顔は国民の感覚で出来上がります。